想想儿童节要怎么过，过得更有意义。台南大爱幼儿园想让孩子们过得不一样的儿童节，全校师生前往环保站当志工，透过双手付出，了解到爱护地球的重要性。儿童节快到了，小朋友要怎么度过快乐的节日呢？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今天要做什么？大大的手套套在小手上，看着师姑示范保特瓶怎么分类，开始分工合作喽。好，好，来，轻轻的，这样地球妈妈就很开心，就不会让地球妈妈一直在赶妈妈啦。师傅，师傅，就可以过儿童节跟清明节，就不要来这里做事情了。儿童节不是只有庆祝自己很开心，还可以从这一天做这样的付出，让他们知道可以可以孝顺父母，还有服务大家的心情。我跳最好的一。台南大爱幼儿园的小朋友到环保站担任半天环保志工，拆解录音带、折报纸，潜移默化的教育孩子们学会感恩付出，度过最有意义的儿童节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龚淑婷、梁炳清、杨德友台南报道。